口曲，你怎么就演唱会结束？你安口曲，他的安口曲吗？他舅舅今天有来吗？你比公鸡屌，你安口回去。关羽阿彪，快点，你们先离啊，两个快点那姑哦。欢迎高水准的演唱会，我咧唱迄个新宝岛，新宝岛足搞笑的。我非常欣赏这种人，调侃自己来取悦别人。我没有调侃自己，我调侃阿玉。阿玉有来啊，我都没有让他上台。不是啦，不是，你没来那谁，我只是要告诉你们，我属猴。好了，那。现在是怎么样？要唱来。信不信？信不信？高水准的。不信？信不信？就啥啦？爱你几万年好不？老师什么调？三号麦啊？二麦啦？唱那么高？当然啦，我们都跟伍佰唱的。不会别的，我只会跟五百而已。没关系，今天两个二百五加起来就等于五百，阿德又送我，加上。对你的思念。第一句是什么？Yes.
后面还有很多艺人来，我们哎呦，你还知道哦？我们可以下去了吗？哎呦，我怕你太过瘾了，一直都不肯下去呢。来，谢谢婷婷，婷，你再帮我下去拿一点酒上来好不好？你是这个意思啦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其实我刚刚拿来的根本不是酒，因为。当你觉得它不是酒，喝下去就不会是酒。你知道我？你知道我跟他搭档主持很难的吧？啊！你在学飞哥吗？我那天跟陈松勇大哥去参加邓志宏大哥的婚礼，跟那个阿用啊，他说：“哎，你跟他坐在一起不会累吗？”我说：“不会，因为我每天跟陈生在一起。”不要打扰他太久，预祝生哥生日快乐，出唱片。什么叫做预祝我生日快乐？我老公变得了，我是说预祝出唱片成功大卖，然后卖最棒啊，平安过日子就好。预祝品言唱片普通卖卖就好。真人不说假话，真的。最喜欢生哥，他那么直率，因为呢，最中肯最好。你的公司被大卖多少钱，你多厉害，那都假。普通卖卖，只要有人知道说我出唱片，下次我就心满意足。可是我改了，碰到李宗盛也这样说。但是说实在，这二十几年。这二十几年来呢，还能够珍惜自己的专长的人真的不多，而且那我买个够了啦。你的专长是什么？我的专长我有点模糊。其实我的专长不难，我的专长是我觉得轻而易举，别人却觉得距离很遥远的东西。这句话有点难，因为这句话不能在他喝醉的时候讲，因为他会听不懂。你们觉得谁比较醉呢？我承认，我跟你讲啊，我不是酒量不好，我是酒品比酒量好。好了，哎，你在刁我？这句话刚好我听。怕你，我再敬你一杯。来啊，服务员，生哥讲的不能漏气。服务员，在我这边演的服务员，欢迎超奇泰，有什么关系？我跟你讲，不行，可以吗？不行，我跟大家讲，我们喝的真的不是酒。我们喝的是眼泪。哦，这几度啊，43哦，我惨了。I got my own goddamn fucking business。麻烦你不要在我喝醉的时候讲英文。我是说。我操他妈有自己的事儿，一半。然后，你过来，别人，等一下，你帮忙翻译刚刚他那一句是什么？我记得，我记得那边的是要说的时候，哎，可能有点，哎呀，我来不及了，我来，哎呀，我能出唱片，我那里搞的，啊，我也唱片也卖卖，有的有的唱片是不会卖的，啊，那不，啊，那不要的，两个钱都不能搞了，搞了，好，奇泰给你了哈，谢谢各位，好，接下来一连串为大家带来今天晚上真正核心的歌曲，非常多的朋友不知道我曾经在滚石发过片。
我一定要告诉你，滚石的三毛现在在后台，他不知道我曾经在滚石发过唱片。